欢迎詹姆士，欢迎。看到了，哇，不一样哎，不是板腱肉，部位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牛小排，耶，最爱了。好，用牛小排这个部位带来的菜名叫做嫩蒸牛小排汉堡。真的，他的牛小排是很认真的，很认真，认真的牛，serious。蒸，然后很嫩的去蒸，嫩蒸，不要说这么 serious 的牛小排。对不起，我们要讲羊肉丝 steam。哦 ，steam， 蒸的，五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哇，五分钟蒸，因为什么想？为什么打算蒸的？对啊，因为蒸有个好处是什么？就是它的温度就是100度，100度，是100度，对，所以它再怎么蒸呢，它不会老。它把它盖在 cheese 上，对，是盖着蒸。是帕玛森。有这想法，有意思哦，有独特，所以一般我们在吃这个你说牛小排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些香气。对，那我用蒸的，让它的这个软度增加，但是我们的香气就从 cheese 那个地方来。cheese， 哇，那葱，那个葱看起来就很甜，哎呦，好甜哦。哎呦，不同质感的。这边有洋葱切丝的，丝的，有洋葱切丁的，丁丁的，各式不同，有层次的了。那不用调味吗？还要弄？我现在在调味啊，还要做酱。酱哦，这是原味美乃滋，甜味的，甜味。然后酸黄瓜，这时候把柠檬汁挤进去，起火。哇哇，漂亮哎！金黄色，漂亮哎！它真的哇，省时又省力。远远看很像花生酱。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，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。对啊，如果要粘上猪肉，会粘在锅上。它那个洋葱看起来就很甜。生菜。好健康的感觉。对啊。最后一分钟。倒数了。哦，一直在流口水。牛小排是可以吃全熟啦，牛小排可以全熟，但是也不要太熟。哎，哦，也是切一切切片，切切一样一样，七分，四分，哦，你看里面真的 ，pinky 的哦，也是粉红色的，好粉哦，跟刚刚差不多，刚刚差不多，刚有吃到就知道，刚有吃到就知道，跟刚差不多，这一刀要补回来哦。倒数10秒，哎呦，太厉害了 ！Oh my， 哇，这么多，这么丰富，哇，哇，哦，那个，哇，你看那个 cheese 刚好吧？啊，这个酱，再放那个沙拉，再放沙拉，哇，哇，好健康。大声爆好，这肉好多，又有番茄，你看又。恭喜！嫩煎牛小排，嫩煎薄，请就位。